新竹市府教育处长悬缺超过两个月，现在找到人了，将由前嘉义市教育处长林立成接任，使他过去的黑历史也曝光。关于这个新任的人事命令林立生处长呢，过去爆发出了在嘉义市有这个代理老师轻生案跟校园职场霸凌的处理上有重大的瑕疵，还有家属对他当初对他的欺骗跟有那个篡改就是报告的这个行径，是造成家属二次伤害很重要的要件。所以家属对于林立生处长从一开始的信任到后来的不信任到痛恨。高宏安任用争议人物引发质疑，在2021年嘉义市一名诚信教师疑似因为校长在他的班级加装监视器抗议失败后又被公审，校长对媒体发表不实言论引发网络霸凌，酿成诚信教师轻生。事后教育处把调查说明报告还提供给校长参阅修正，对此监察院对嘉义市府提出纠正，认为调查处理程序有重大瑕疵。当时这一事件就发生在林立生任内，现在他即将走马上任，也被认为高宏安是否对人才任用已经无计可施。对于高宏安这样子的一个人事任用跟决策，看起来已经是黔驴技穷、无计可施、束手无策，才要寻求外界的援助。是否尊重嘉义市政府的回应，延揽林立生处长是以专业作为主要考量。借盼由林处长的加入，有效提升新竹市的教育品质。市府表示，林立生预计七月中旬就会上任，他也说未来会用政绩来证明。只是曾被监察院纠正，林立生现在接棒新竹教育处长，是不是任外界持续关注。三立新闻张威、黄胜杰，新竹台报道。